哎呦，掉一条！拿，怎么办？拿过来哈。哦，哎呦，掉下来一条！这，不救！你看这个小朋友又掉了这么大一条，这要弄最好。哎呀，这小朋友一会就掉一条，一会就掉一条，总共掉了7、8分钟就掉了10几条了，好厉害的！ 什么？哎呀，什么？哎呀，这条鱼大哦，这么大的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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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这个鱼食包在鱼钩上面就可以钓了。这在哪买的呀？这自己今天跟俺爸去钓鱼捡。捡的哦，今天捡的。哇，好棒好棒！我说，小朋友给我钓一条，谢谢。我钓鱼试试啊。嗯嗯。扔远一点是吧？嗯。给弟弟钓一下，弟弟想钓了。我这里头有鱼，就有鱼。你钓的怎么钓？上了，上了，快提提提！没有，哎，真棒！哇，真棒！哎呀妈！我以为钓成啥了。哎呀，真棒哦！我们吧，我明天也来钓一点，给我们家小毛吃。你家小猫吃这个啊？我们家小猫很喜欢吃的。钓到一条大的，这么大。来来来。哇靠，这条最大的。嗯，这条好大哟。我看了，我看了，你那一次才弄的。裹得这么紧呢。那可都不要，你放进去，你放。来来来，大家真大。哎呀。这几个小孩太厉害了。还不到半小时就钓了这满满一大桶，我赶紧帮我弄啊！给你们看一下，夹着了。你们钓鱼多少只了呀？大概二十。二十只啊，这么多啊！你看这条多大，哎呦，哎呦，你看这个鱼多大，你看这么大一条，哎呦，这么大一条，这几个小孩太厉害了。这地方鱼太多了，明天我也来钓鱼，然后买一根小竹竿，买一个鱼线来钓鱼，钓给我们家老猫吃。走了。